万人间恩怨，世事这条路漫漫又长远，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再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，那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谁来陪？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再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，那西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小星星，红花当然配绿叶，感谢蓝图花，谢谢蓝图花。谁来陪？可以点赞我吗？一起点点赞吧，我们现在是3.2万点赞哟。往日情景再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大家有条件的，我们一起啊。帮小鹿小星占个榜啊，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
山石大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是我们懒懒的搭配就是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儿，那西边黄河流。来，我们有想看的舞蹈，我们去打在身上。来呀，来个酒啊！大家今天点温柔一点的舞蹈啊，今天差不了太大动作的。谢谢，哇哦，耶，我怎么就晋级了呢？什么呀，怎么恭喜我晋级呀？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嘿嘿，渺渺茫茫来，谢谢开心果，谢谢，感谢游子。跳不了大鱼，大鱼的腰部动作太多了，我这几天不能跳腰部动作多的。轻叹世间事多变迁，爱江山更爱美人。谢谢我们被爱，谢谢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谢谢被爱的那个好二郎，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跳不了大动作的，我的动作也太大了。那西边黄河流，给大家跳白虎吧。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。
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，我爱你是你真恭喜我们运营哥十三级了，厉害 ！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敢问，你后面有个月亮，你是不是那嫦娥呀？啊？你猜。我猜，嫦娥，嫦娥仙子啊，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老朱哪能变成这般模样啊？你这是怪我了。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没有，就天上没有猪肉吃。那既然咱俩今天连上了，别说你吃猪肉了，你就是把整头猪吃了，都没问题呀。来，上烤炉吧，上烤炉，我喜欢吃烤乳猪。那常言说得好，是骡子是马，你得拉出来溜溜啊。我乃天蓬大元帅。你不能是个人就要吃我呀！那咱们今天切磋一回，我要是输了的话，我就让你吃。不，我不吃。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给我们来一个猪八戒背媳妇，好不好？好，猪八戒背媳妇，那我给你表演一个。你后面不是有三个媳妇吗？你就三个一起吗？那我就问你个问题，你害怕不？我要是背他们一展示，就把你背黑屋呢。不会吧？我就给你展示一个本领啊，可以。36变和36鞭，你就想好吧。但是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听好了，你既然在广寒宫，我的嫦娥仙子，今天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，你就要做我天蓬的人，怎么样啊？你以后你就给我请安，你是天蓬相公，还望高老庄的家人们以后多多关照我啊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加了吗？我们，他说要我输了就给他干嘛？你就这么说，你是。八戒相公，嫦娥娘子给你请安了，就说这一句，怎么样啊？今天好不容易碰见做他老婆，英哥你是同意了？大，既然我大舅哥都同意了，那咱们就开始吧，啊！那咱们相互关注一下。来一个10分钟的，咱们就打个榜十总榜加单尾数，怎么样啊？我们打一个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坚决同意。好，你加多少了？我们打个点赞好不好？打点赞，那点赞也行啊，那就榜十总榜加点赞。那个榜十，我凑得齐吗？我看看。榜五好不好？嫦娥仙子你也太低调了，那些佛祖们都在呢，别骗我了。那这样子，那个不行，这样子肯定会输的。那个我们就总分，总分，
那点赞呢？打个不打了，不打点赞了。我们打第一次见面打个总榜好不好？小娘子，小娘子你火了。嗯，你听我的，可好呀？啊、打总榜，我们家都说打总榜，可好？敢不敢接？嗨，净说那话。我老猪丑归丑，但是我对付嫦娥有一手啊。那就说好了，就打总榜了。咱们今天就来个榜十总，你的总榜我答应你了。好，你说总榜，那我老朱答应了，咱们再加一个榜十加点赞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行不行，那我们最后点赞也不行，你家人多我们点不过，我们最后一个就那个剪刀石头布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剪刀石头布？不行，点赞我们太吃亏了，我们家人太少了。剪刀石头布，来，你把你的手放在镜头，剪刀石头布来。最后的时候，等结尾的时候，要不再加个榜五好不好？如果打平了，如果打平的话，你就只能剪刀石头布，就跟单尾数一样，靠运气结，对，靠运气决定输赢，行不行啊？你别这么啰嗦了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啊，本来我们家族的小号，我大号十万家的人气，咱俩我就看看啊，你就别这么墨迹了，你墨迹的话嫦娥仙子再墨迹我就走了。榜十总榜加总榜，你听我讲，总榜我答应你了，再加个榜十加点赞 ，O 不 OK？ 好，哎，好，咱们重连一下啊，相互关注一下。等我来连你，等我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榜十我们家抽得起吗？我们榜十一定得赢啊！对面2000多人，我今天我怕我喊不动，我肚子好痛，我不要做别人家的。我的天哪，我不要做别人家的媳妇。遇到宿冤鬼了，大海哥都不在，我们榜十待会一起凑一凑，一起凑一凑，我们待会点赞一起点起来好不好？天哪，一个民国你们家现在多少蛋呢？我们家现在60000。好，你们家呢？我们家现在25.3万的。好的，那开始吧，闭麦了。闭麦开始。啊，来铁铁们，我们一起点点赞了。我们点血条是双倍点赞啊，双倍点赞，铁子们，我们一起点血条双倍点赞。我们榜十和总榜一定得赢啊！榜十和总榜一定得赢，我们先凑个榜五出来好吗？我们凑个榜五出来，我们飞机三榜了，哈哈，我感觉没有飞机赢不了。哦、来，我们家先凑一凑，我们把总榜和榜十赢了吧？点赞我们家家有啊，点赞也不要停啊，万一有希望呢？来，铁子们，我们家先来个带头的，谢谢我们微笑哥爱的声音，感谢我们微笑哥。来，我们先把榜五抽起来了，谢谢我们大海哥的宝石，谢谢我们大海哥，对面蛮厉害的，我们能飞机占榜的，我们一起飞机占榜啊！谢谢我们凡杰哥，这四关小路的终身大事呀，我这要输了就真的完了。我可不叫别人相公呢。谢谢我们怪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家先把榜五抽起来，我们微笑哥可以补干一下。来，我们家还差两个人，我们现在有三个人了。哦，不对，有两个人了，我们家还有三个人了。谢谢我们微笑哥的心动聚焦，感谢我们微笑哥。谢谢兵，对面都追上来了，我们家快点抽一抽了。谢谢我们诡计哥哥，哇，对面宝石蛮厉害的。
谢谢我们诡计哥哥送的那个大啤酒，谢谢，感谢诡计哥哥，谢谢我们诡计哥哥的大啤酒。啊，对，我还有录十八呢，我录十八后着吧，好不好？我把录十八先登过来，以防万一啊，我还有录十八呢。哇，谢谢我们易云哥，人家有400位娘子啊，不差我一个啊。他差不差不关我的事情，我可不能当，我可不做别人的，我可不做八戒猪八戒的娘子呢。谢谢我们鲨鱼哥，感谢鲨鱼哥。谢谢我们鲨鱼哥，来我们加加油啊！我们现在我们有榜五了，榜五诡计哥哥可以再补一下，鲨鱼哥也可以再补一下。我们对位哥哥呢？对位哥哥和千羽哥哥在不在呀？快点呀，我们一起占个榜啦！我们小城故事可以补一个吗？谢谢微笑哥，感谢我们微笑哥的甜蜜，谢谢。啊，我们加加油！谢谢我们微笑哥的心动连线，谢谢。别淡定啊，别这么慌呀，都换做你试一试。气球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我们鲨鱼哥的真的爱你，谢谢，感谢我们鲨鱼哥，谢谢我们鲨鱼哥。谢谢我们黑桃 A 的花开了吗？嗯，铁铁们加加油啊！我可能喊不大声了，因为我今天太虚了。哦，但是我还是一样，那个我们家还差四个人，我们家还差四个人，对面都上来了，救命啊！对面都上来了，谢谢黑桃 A 的话，日出相伴，谢谢。我们录十八也补杠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赶紧的，我害怕了。录十八呢，我看看录十八送一个漂亮一点的。谢谢我们录十八，感谢我们录十八的那个摩天大厦。加油！我们有多少个人了？一二三四，我们还差三个人，还差三个人。谢谢我们小城故事，谢谢自己，呵呵，谢谢。鹿十八是小鹿的唯一小号啊！铁铁们，谢谢我们爱鹿初见，感谢我们爱鹿初见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我看一下对面是多少。来，铁铁们，我们榜十一定要赢，榜十和总分我们一定要赢啊！点赞我们可能赢不了。我们点赞赢不了的话，但是也要尽力去点哦。我们的黑桃 A、凡杰哥、还有鲨鱼哥、诡计哥哥、爱鹿初见可以再补一补吗？我们家还差四位，我们尽量都3000分以上，好不好？我们尽量都3000分以上呀，不然你们家小鹿就没了。你们舍得我做那个，舍得小鹿做猪八戒的那个叫什么女娘吗？谢谢我们晚风，谢谢我们爱鲁初见的侄子，看我出手不出手就完了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暂且榜完了，暂且榜完了，送给他吧。你是谁？你一看就不是，你不。灯牌都没有进，谢谢我们爱鹿初见的紫色，谢谢。太过分啦，没有加成，今天没有加成，铁铁们，今天没有加成。
我们宝石和总分一定得赢啊！铁铁们来了，还有人吗？还有没有人呀？我们爱如初见哥哥，还有轨迹哥哥、小城故事哥哥，可以再补一下吗？谢谢我们香桂儿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还有两分钟了，我们补干一下吧，补干一下吧。总分和那个宝石一定不能输呀，姐姐们一定不能输呀，我们一起加油啊，都得靠大家呀。我们宝石都还没有抽好，我们小城故事可以再补干一下。哇哦，谢谢我们鹿晗晗的大萝卜。对面榜五多少票啊？我看一下，榜五572。谢谢，哇哦，我的天哪，好多大萝卜呀！谢谢我们熊猫滚滚，感谢我们文言哥，欢迎文言哥。哇哦！谢谢猫猫酱，感谢我们一云哥的复古飞机，快一点，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啦！恭喜猫猫酱升级了，然后谢谢我们一云哥的恶龙咆哮，感谢我们一云哥的恶龙。我们现在保持是1200的分数，我们凡杰哥可以补杠一下的，我们一起补杠一下了。对面是1000多分，哎，怎么划不动对面的呀？对面现在保持是5200，我们家是1200，我们集体一起补一下吧。谢谢我们鲨鱼哥，谢谢。还有四十多秒了，我们小鹿的秘诀就掌握在大家手里了。谢谢我们爱如初见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爱如初见。我们补榜十一起补一下好不好？我怕我们输在了榜十，榜十是大海哥哥，大海哥哥和文言哥哥一起补一下好不好？榜十太低了，我怕被那个抽了。我们榜十一起补一下吧好不好？榜十是文言哥，还有大海哥哥，还有我们那个，哇哦，天哪！谢谢我们大海哥哥的嘉年华，吓死我了！感谢我们大海哥哥，哇哦！我看一下，我们榜十是爱如初见哥哥，1673，我看一下，对面是520，榜十总分我们赢啦！谢谢铁铁们，谢谢我们大海哥哥，感谢我们一云哥，谢谢我们猫猫酱，谢谢我们熊猫滚滚，感谢我们鹿晗晗，谢谢我们鹿十八，怎么鹿十八排在第六名呀？谢谢我们一云哥，感谢我们微笑哥，谢谢我们文言哥哥，感谢我们爱路初见，谢谢我们，还有好多人我还没有看到。谢谢我们家宝石将军们，我们今天宝石将军们齐了，拿下拿下！谢谢我们黑桃 A， 谢谢鲨鱼哥，谢谢我们轨迹哥哥，感谢小城故事，谢谢卷心菜，谢谢铁铁们，我们拿下了，厉害！去吧，既然八戒输了，
那您惩罚我，那就由你惩罚，由你奖励。看吧，小姐姐，小姐姐要手机没电了。感谢小姐姐啊，谢谢小姐姐。感谢我小姐，小姐姐还没给你点关注呢。谢谢谢谢。来日方长。嫦娥仙子。我在。哎呀，感谢。那你怎么奖励我？你倒说吧。哎，今天。大家想看你背媳妇。哎，你怎么听不进去呢？我要一背，咱俩就都背黑屋了。好，那你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招吧，好不好？你刚刚说的。大家去表演一个绝招吧，我就去表演一个绝招。来，那个我就我乃本领36变和36鞭，36鞭就是我单独为你。还有你的家人们给你现场编一首歌曲，36变，就是我要拿出我的现场变法术，不知你们家想看哪一个呀？都想看。你好看呐、啊！我们好吧，我们家都成年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好吧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先给你现场编一个。完事我再给你表演一个我的，那我先给你变一个吧，啊，好，哎，小嫂子，等一下啊，变的话，我得拿我的9尺钉耙，来，准备好了，八戒这就来了，来了。嫦娥仙子，你可得看清了呀！啊，你瞧好吧，变大变大，变哇，变，我得好好展示咱家的本领啊！好厉害哎！他哪知道咱们有如此大的本领啊！不大，再大，嫦娥姐姐，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小，这么小啊？啊，你看我这本领怎么样啊？啊，厉害！我这本领，你瞧，变回去啊，再变就把天捅破窟窿了。你还是赶紧变小吧，变小，嫦娥姐姐，我先把我的9尺钉耙放回去，咱俩再说话啊。好，咱们再说话，我把钉耙放回去。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厉害。今天既然八戒输了，那就任你奖励啊！接下来，你们家现在有多少人呢？啊？600多人。好，那我就给你的600多人展示一首歌曲，你听好了，变个小样，听好了，听好了。现在平台特效好丰富啊，好厉害哟、大哥一个坑，真是好大哥，哎，这大哥一个猪猪海阔绰，嫦娥你福气多，我真是那好羡慕，嫦娥的大哥一个守护真执着，对面的礼物一个雪飘压住我，我有话说，大哥你好眼力，好眼力，你家小猪长得真是胜过嫦娥，大哥你好眼力，好眼力，你家小猪才艺这块真不错，感谢那公子哥，公子哥，你看对面长得漂亮好像嫦娥，你那个公子哥，对面好大哥，祝愿你能天天好老婆。
八戒唱歌，八戒哥哥唱歌太厉害了，好有才是不是？我们给八戒点点关注。刚才他们说了，说你，说你是个大明星。没有。还说你是。你什么各 TV 什么 TV 的都去过？没有没有，乱讲的，小鹿不是大明星啊。你那里去过哪个 TV 呀、小鹿没有去过 TV。是不是经常去迪厅啊？啥呀？对呀对呀，那个这样，既然咱们俩连上了。你好好展示一下你的才艺，让我们家人给你点点关注。可以啊，那我给八戒哥哥们、家人们来个女人情，好不好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好是应景，好应景。好。欢迎陈三角哥哥啊。那给大家来一个女人情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如果对面女人情好的话，咱们给相互点点关注，两家人相互点点关注啊。来，有请我们家嫦娥仙子女人情音乐放。你说四大皆空，却紧闭双眼，不敢睁眼看我，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？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仙子，他们管理好给力呀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可是他黄泉不姐姐，你别走啊！仙子，仙子，哎呀，哎呀！鸳鸯双栖蝶，嫦娥仙子。看到你回来了，看到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跑天宫里去了呀？我看你在那好事孤单，天蓬哥哥到广寒宫你的家门口来看你来了。可是我在女儿国呀。嗨，在女儿国呀。那我看我还是回我的高老庄吧。哇哦，那今天太厉害了。那今天居然没有得到你。那要不然下次我跟我的乡亲们说好啊，下次拿捏你。成烂了，成烂了，八戒哥哥。家人们，咱们给对面。给对面的嫦娥小仙子点点关注，咱们两家人相互认识一下。我也给八戒哥哥点点关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嘞，那今天认识你很高兴。那我老朱就先走了啊。走了，仙子，一二三，仙子。
谢谢铁铁妈，感谢铁铁妈。好多个八戒呀，这个八戒是我们之前连的那个八戒吗？我都有点愣懵了。谢谢我们所有铁铁们，感谢长情，谢谢我们长情哥哥。有点亏呀，怎么了？啊，不是呀。谢谢谢谢我们长情哥哥对小鹿的支持。以前的是八戒永飞哦，好多个八戒呀。对，好多八戒，我感觉我已经连过三个八戒了。不好意思铁铁们，小鹿就比较笨啊，好多都认不出来，都是一个样子。以前那个八戒最厉害呀，都很厉害，各花各有各花香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谢谢飞虎队的家人们，谢谢，欢迎凡杰哥。八戒好，对，但他们家的特效好厉害哦，可大可小，他们家的特效特别厉害。小鹿也想飞。可以的，嗯，感冒好了吗？没有，加上这几天生理期会更难受啊。小鹿，八戒歧视你的美貌，铁铁们，我今天就不给大家跳结尾舞了，我肚子太疼了。今天应该经常看我的铁铁们都知道哦，我今天说话特别费劲啊，肚子太疼了，我就不跳舞了啊。嗯，你说四大皆空，对，还有一点感冒。然后我们晚上8:30见了，好不好？不敢睁眼看。然后我可能明天后天中午都不直播了，休息两天直播啊。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大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一下。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我太虚了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铁铁们，大家下午都好好工作啊。好工作没有关系的，就这几天过去就好了，我就满血复活了。嗯，有就不知道他是如何搞的，我们多了解一下，小鹿也多了解一下。好了铁铁们，我们那个好的暖宫贴，谢谢花儿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下播了，我们晚上见啦，晚上见了。这两天跳舞可能都会比较小，比较少，大家都帮小鹿多多理解一下，帮小鹿多说一下啊。嗯，不然很多人会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拜拜。